程瓮底哦，会有大礼物在后面要送给现场的朋友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中华电信的家庭精选餐，还有我们家庭豪华餐。请问一下，有听说过中华电信 MOD 的朋友，帮我举个手。好，有举手，这边的手比较多，往这里送。所以我们小白来开始送第一个赠品哦，可以帮我们揪一下吗？哇，揪一下，想要的人请帮我举手。好，看来大家都比较想要当那个赠品这样子嘛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来送一下我们的精美小礼物。现场朋友，我们的家庭精选餐呢，每个月只要359元，有多达120个多元频道。我们 MOD 的一个我们豪华餐是359，那精选餐是198元，所以200有找，而且加199元，桌外电影也可以看到爽哦。所以现场的朋友们，来帮我听清楚哦，请问我们中华电信 MOD 的显示器 4HD 高画质的电视，请问有没有优惠？怎么送你们小花怎么办？你的粉丝在哪里？请问一下，我们今天介绍给大家新生菇的朋友 MOD 的话呢，我会送大家随选厨师机150元，前50名还送大家悲剧组哦。那有只身在外的三十万五千朋友呀，他们也1500元送给你。好，小花的粉丝在帮我们举手。请问一下，要申办我们中华电信 MOD 要到哪一家电信啊？小心，这些人不要给他们拍，然后拍你底裤这样子，然后脱毛小心。好，我们送一下我们的随身碟哦，所以现场朋友来。
要跟我闹了，还是中华电信的这个中华电信的人，好，不要闹了，来帮我听清楚，一折通话月租只要一折，而且呢，二扣上网无限用，三免费，三门免费热线，四寸大萤幕，请问多种品牌四寸大萤幕的手机有没有？有。五年老客户给大家精选好礼，哪些的朋友刚来？昨天重温一下，以上方案都有了解。现在呢，觉得天气很热，对不对？一直扇风，觉得汗流浃背，想换一件衣服的朋友，帮我举手。脱不下。哎，请问汗流浃背要换一件衣服的朋友，需要猫猫小孩一起帮你来穿上更衣的朋友举手。紫色衣服那位，戴眼镜那位，真的每个人表现我都有看在眼里。好，感谢大家。